打败巨型纸片猫。哎呦，这熊版巨型纸片猫什么鬼啊？熊版，这是巨型纸片猫作者。哎，我怎么死了？我去，熊版，这个这么小的纸片猫直接把我的奥利给都给打出来了，熊版，我去，好小的纸片猫啊！说个，哎，等一下，熊版，怎么还有个牌子上面写的一个点赞变大一点，一个关注变强一点？哎，又来，兄弟们呀，你们手下留情啊，好不好啊？手下留情，手下留情啊，千万不要点呀、啊，你们不要点，好不好呀、啊，兄弟们？你们要是点的话，它会变大了呀，兄弟们，不要点了，应该是没有变大的，好吧？咱们看一下，应该是没有变大的。兄弟们，这个纸片包是不是变大了一点点了？兄弟们，你们果然还是点了呀，兄弟们，不要点了，不要点了呀，再点又变大了，兄弟们，不要点了，不要点了。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大了？我去！啊，死鬼！这兄弟们打个毛线呀！我去，这么大一个包，这打。拿什么打呀，真是的，兄弟们。然后这还有一个牌子，上面写的要是你能成功打败，我就给现在哭爹爹的人发压岁钱。哎呀，作者呀，你这我拿啥打败他呀，真是的，兄弟们，这个纸片人他的伤害特别的高啊，兄弟们。啊，不对呀，兄弟们，咱们周围有很多小箱子呀，我去，难不成兄弟们这箱子里面藏着神器吗？那咱们去打开看一下吧，兄弟们，神器神器神器，奥利给！苏巴拉西，不会作者自己中午吃剩下的午餐吧，我去。哎呦我去，兄弟们，全是奥利给呀，作者呀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这搞毛线呀？难不成兄弟们这是作者的考验？毛圈，那咱们全部啊打开一遍，好吧？哎呀，兄弟们，没有啊！这个作者耍咱们，我白打开了，怎么全是他吃剩下的午餐呢、啊？兄弟们，哎，等一下，咱们屁股后面是不是有个箱子呀？我去，我去，兄弟们，这个箱子竟然藏的这么深！兄弟们，你们看见这个箱子吗？你们看见扣个一好吧，兄弟们，我去，藏的真深呐、啊，作者。无尽剑，那兄弟们打败他，这不是非常简单的事了吗？兄弟们直接秒杀掉，哎，简简单单。往后，兄弟们前面有个可爱的妹子，哦，这么可爱的妹子，上面写的关注扣六带走。哎呦我去，兄弟们，关注扣六带走真不错呀，兄弟们等啥的赶紧扣六六啊，兄弟们等啥的等啥的等啥的等六六六六六六呀，我去。苏巴拉西。第三关看技能拆英雄，哎呦我去，兄弟们又到了看技能拆英雄的环节，这谁呀？这我拿这个炮的正好是荒中吧，兄弟们，咱们看一下选项，努巴七号后裔，荒中拿去吧，不用拆了。这肯定是荒中的技能的，真是的，哎，关注答案谁能打败他？哎呦我去，兄弟们，这不得找一个刺客来呀，兄弟们，那你们回答一下谁能打败他？好吧，兄弟们，答的当不住会脾气就好吧，好吧。